来喝点水，又回来了。这边呢，这边是被那个累积了很多的趴数啊。虽然人不在，但是还是看到了现在两个人是平手，平命。哇，结果这个一个 Fortu Cycle Fortu 先拿下第一场的是 Yuri。漂亮的想要 forward smash， 这个看起来像是 DI 可以 DI 的掉的东西，不过我们就不谈论过往的事情。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条命格能不能拿到额外的趴数，看起来是非常可以啊。因为这边要是没有空间可以使出那个清单，反而是被 Kevin 连续抓了好几条，抓了好几个破口。Bear dash attack to bouncing fish， 这个赛逼先制住，哦，漂亮的一个骗他的 attack it up。这边 Yuri 是有读到他的up B是往后，哇，结果直接用一个大的赛逼 dash attack， 找杀的是 Kevin 吗？我在这个趴数是有些 set up 是可以，是真的可以做出来，像是他刚刚想要用 up air drag down。用 jab 114%，虽然是落后一条，但他身上的这个 buff 只要一个破盾就很可怕，还是有机会的。还是有，哦，结果大家掉出来了。是顺利的顿住了，没有问题。
Boss 进去吗？可以。好 ，Mark。哇，抓到他的 Bouncing Fish 的弱点了。打死了！恭喜 Uzi 是拿下这一场的。